当您使用 Tramontina 产品时，您可能并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。故事始于1911年的巴西，当时 Valentin 和 Elisa Tramontina 在 Rio Grande do Sul 乡村的 Carlos Barbosa 开了一家小小的铁匠铺。自此 Tramontina 慢慢成长，成为一家真正可以代表巴西的公司。如今它的加工厂分布在巴西不同的地区，当前已生产22000多种产品。这些产品在不同的细分市场销售。家庭设施，例如适合家庭或业务中使用的刀具、酱盘、餐具、瓷器，为您提供烧烤的一站式服务。工具，范围涵盖园艺、专业、工业和汽车等各个领域。家居用品，家具和设备推动您的家庭和业务更加完美，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。以及电器材料，用于所有类型的安装和翻新工作。凭借超过10000名员工，在生产工厂、概念店、配送中心、在线销售平台和销售办公室的辛勤工作，这些产品进入了数百万消费者的日常生活。消费者遍布巴西，甚至全球，所有产品和服务均立足于当下，着眼于未来。例如 Tramontina Transformer 一向旨在保护森林、循环利用资源以及节约用水和能量的倡议，给环境以及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带来了积极影响。这都来自于一个目标，正是这一目标指导着 Tramontina 的日常工作。 Tramontina 由一个个真实的人组成，他们像您一样认同我们的价值观，也享受做好工作的乐趣。Tramontina